观众好，我是简佑新，很高兴能在尖端这个节目中与各位见面。从本周起，每星期一晚上，我们将与各位一起来探讨目前大家最感到兴趣的话题，那就是科学与技术。科技这个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字眼到底是什么呢？它又包括了些什么呢？科技与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许你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或许你正想找人来谈这个问题。尖端就是这样一个属于您的节目。您可能问过自己，银河系的构造是怎么回事？星星是怎么诞生的？由太空坠落的陨石又隐藏着什么秘密？这些事情听来似乎是遥不可及，可是就因为这份对浩瀚宇宙的好奇心，对生命的欣赏和赞叹，吸引着人类不断在科学研究上发展，而创下了辉煌的记录。如今人类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创造感到惊讶，冰冷冷的机器能够替人解除病痛，预防天灾，传达喜怒哀乐，设计庞大的公共设施，没有人再认为卫星、水利工程和家里发霉的地毯是三件毫不相关的事情了。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我们习以为常地享受着各种科技文明的成果，不知不觉地，科技已经掌握了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您不妨回想一下停电的滋味，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如果电视坏了，人整个晚上会无所事事。有了电子表和计算机，小孩子似乎不必再学时钟问题和四则算术了。电视的传播力量使不爱看国际新闻的家庭主妇也知道，阿拉伯人一开会，说不定瓦斯电费就得涨价了。科技带给人的改变不只是在物质方面，而是整个文明和价值观念的革新。科学仪器在精密、快速和耐力各方面都已经凌驾了人力之上。这些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人产生更多的创意与遐想，可能已经有人在幻想着买部机器人，带着机器狗去散步，那岂不是街头一大奇观吗？为了配合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固然有许多科学家在都市计划、交通设施、环境保护各方面在贡献心力，但是广大群众的心态对科技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五个球有多少种运动方式呢？虽然这不是每个人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有兴趣知道它的答案，因为人们天生有求知欲、好奇心，不仅去发掘问题，
而且还追求答案。而用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呢？那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地得到答案。而当这些科学的方法进入我们生活的领域时，人们即培养出有科学的精神，凡事讲究效率、合理化，而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四周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需要改善吗？偶然逛逛市场是一种乐趣，要是天天如此，为了一点便宜讨价还价，时间上就不太经济了。万一买到不合卫生的东西，还得付医药费。究竟怎么样处理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才合算呢？又是头痛时间，大伙儿都知道排队省时又省力，偏又担心别人不排队，只好日复一日的你推我挤了。要是把台北市民每天挤公共汽车所费的体力聚集起来，也许能够做不少的事情呢。这种车本来有投币装置，挺方便的。要是乘客不能够配合，就麻烦了。找一次钱，平均要费15秒钟。难怪有时候司机先生会不耐烦了。我们等车的时候，常嫌车来得慢。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按规矩买票，车子也就可以多跑几圈了。瞧他高兴的，或许小小的箱包真的能够给他一份安全感。我们相信他是个好驾驶，车不放黑烟，能够守交通规则。那么平安的就不只是他，而是所有的市民了。庙宇多少意味着安详，过去人们往往求超出自然的力量来解除身心的痛苦，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生理疾病已经有了办法来控制，甚至连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病都能够借着药物和心理治疗获得改善。宗教确实能够给人一种很强的精神力量，但是如果能用确实有效的科学方法治病，何必为了固守某些传统而让病人白受痛苦呢？当人们看到太空梭升空浩大的场面，连体婴分割精湛的技术时，不仅发出无限的赞叹，但是却经常忽略掉造成这些科技成就进步最大的原动力
是在于科学的精神、方法与态度。从刚才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国是一个正在急速地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人们享受着最新科技的成品，但是我们太多的生活习惯都留在过去农业时代的习惯里，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基本科学素养与态度。人是很奇怪的动物，生活在科学与不科学的矛盾里，但是对科学却有他一套独特的看法。现在就要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科学的看法又是什么呢？我们呢，这个科学一定要比别个国家好，所以我们国家一定要才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这个强国，所以我们有一流的科学才能够成为一流的国家。我个人认为，这次科技界和大众传播界的结合制作这个节目，一定会对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要想科技在我们的国家社会生根，就必须要全民普遍的每一个人都对科学有参与感，也就是不要认为科学是科学家专家的事情，而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谁说丈夫开车用的油、太太用的瓦斯、台风预测不跟我们有密切的关联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谈科学啊，还是要从学校教育开始谈呢、啊。像我们从小到大，所谓说科学教育的内容，它一直在改变，但是我们实际上啊，每个阶段学的东西啊，它是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而且从中学这个阶段，就是从国中到高中啊，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学的东西一直在那些东西上面打转，而事实上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联系。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们学的东西跟生活没有联系的话，你很难说对它发生很大的兴趣，或者说更深入的去研究它。这就为什么很多同学啊，他离开学校之后，他就不碰这些科学的这些东西。就为什么说很多人把外交政治这些东西没办法跟科学连在一起，科学变成一种跟我们生活中有隔阂的东西。我觉得这应该从教材上面来着手。所谓的科学，就像我家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些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这个科学方面要把它普遍，一个呢就是要学校学生的想法、学生的学习，配合老师的设计，然后呢配合社会的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呢，才大家会有一致。在面临许多的联考压力以及我们整个的所学习的减速度的这种进行之下，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做，而且我们能加强的地方。就像我们在三年级所学到的几率问题，若老师在上课时谈到这些纯属理论性的时候，也能谈到我们以后在对这门科学的发展以及应用上面，配合人文、政治等等方面，比如说基于了以后的推广，像对局论、像博系论等等方面，都是属于我们所能做的地方。如果老师能加强阵地，就是对我们学生莫大的益处了。再进一步，当我们在所生活上所面临的像报章杂志上面，是不是也可以提到一些有关于科学理论或实际上的运用？像在去年十二月我在《青年战士报》看到的邓大亮教授所提出来的地震研究的等等问题，很可惜的就是说，在目前各大报纸上面对于科学上面的宣传与报道，信用显得太少了。如果我们能加强这方面的宣传与推广化，让我们在了解或者深入研究之前先认识科学，我想才是我们的要务。从刚才的报道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大家的见解各有千秋，但是综合来说，大家对科技都还是十分有的兴趣，而且对我国科技的发展都抱以厚望。因为科技的发展不仅是时代的潮流，它关系的国家武力的强弱、经济发展的盛衰与民生乐利的实现。所以最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对科技的发展不遗余力，而且有相当的成果。今天我们很荣幸特别请到负责全国科技发展的李国鼎李政务委员先生，来谈谈他对科技的看法，以及对本科技联播节目的期许，以及对传播界与科技的发展应该如何的配合。大众传播单位呢，充实这方面的人力，能够去把一个
精深的东西能够深入浅出，用各种的方式啊能够表达出来，介绍给社会大众。这个工作的话，在国外做的是很普遍的，在我们这儿也应该开始的。而且过去啊，我们在农业方面常常有很好的节目出来，其他的方面呢，现在节目也在逐渐开始的。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一个有系统的介绍，这是今天我们所期望的。同时的，这个从国科会到很多的这个大学研究所的单位，这个应用研究单位呢，都举办很多的研讨会，有国外专家来参加，也有的是国内的。这一类活动啊，正好事先的话，能够给大众传播界一个背景说明，这都是很好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世界性权威都来参加，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筹备单位啊，如果事先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来介绍的话，也可以给这个节目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至于这个本节目的涵盖范围是科技的范围非常之广，个人很希望呢，基础科学是一定要介绍的，一定要给大家知道。那么农业方面、工业方面、国防方面、医疗保健方面，这许多都是再度跟国民生活、跟工作、跟未来青年所选择他的这个作为他未来的学习的方向，都可能非常重要。我们不但是希望能够把国内的最近的工作情况，这个报道，我们也希望把国外最新的这知识啊，这个介绍进来。那么这个我相信啊，大众传播工具的话，可以跟国外的大众传播工具能够发生一个连锁关系的话，介绍很好的节目进来，也可以会有很好的表现。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只要大家有心，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有这个需要，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国民，我们最基本的知识应该是什么？因为这个电器东西已经普遍到每个家庭了，这个个人用的电脑也进入每个家庭了，每一个器材都有这个需要用机体电路控制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情形化，我们不如想法子都给大家都能够认识这个东西。那这个节目啊，就是希望能够在政府推动科技方案整个的发展的中间的话呢，希望普及社会的这个科技的知识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本人非常的钦佩新闻局这个热心啊，来做有计划的来推动这个工作。我个人曾经联络过有关的这个科技的单位，像国科会、像农发会、国防部各方面都愿意热心的来支持参与这个节目。我们很希望这个节目的成功。谢谢各位。给人类带来的福祉是不可限量的，利用人造卫星能和全球各地以及外星球通讯，能导航增进海上航行的安全及准确性，也能够探测地面资源协助经济发展。在100多年前还是个梦想，而在近几十年中，却由螺旋桨到喷射机，由超音速、倍音速到三倍音速，民航机成为日常交通的工具，人类也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热门的电子技术与各种科技都有了密切的关系。寻找替代能源是当前重要的课题，像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的能源，已有科学家设计了太空太阳能发电厂，太阳能电池长达数英里，再利用微波将电传到地面接收站，它可以供应一个大都市所需要的电量。是在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双重压力下产生的新能源，任何一个替代能源的普遍使用都能够使世界经济结构全面的改观。善用人类的智慧，让科技充分发挥科技的积极效用，将带给我们更美好的明天。